设定还是社恐？我社恐。摇滚还是抒情？抒情。唱歌还是跳舞？唱歌。去 KTV 是气氛组还是麦霸？气氛组。动画片还是纪录片？过。运动还是打游戏？打游戏。长发还是短发？短发。喜剧还是悲剧？悲剧吧。奶茶是咖啡？咖啡。猫还是狗？狗。冲澡是泡澡？冲澡。漂亮的皮囊还是有趣的灵魂？漂亮的灵魂。漂亮的灵魂。平时是卷王还是咸鱼？我咸鱼。做菜是外卖？外卖。主动还是被动？被动。追剧还是看综？追剧。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哪首？就那首，就那首，就你知道吧？上天啊，啊对对对，阿拉谁？阿拉斯加海湾，对，阿拉斯加海湾，对的。KTV 的必点曲目是什么？红色高跟鞋。经常会跟哪些艺人朋友去 KTV？ 我跟我师哥去的比较多。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现在嘛，我喜欢周深。平时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类型？就是比较喜欢民谣。截止采访前听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？上天就是阿拉斯加的海湾嘛。零到十分给自己的唱功打个分是？自己给自己打呀？对，给他死六零分吧。最擅长的乐器是什么？或者未来有想要学的乐器吗？最擅长的，就只能说会，但是不能说擅长。钢琴。最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减肥餐。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。文采引大。高冷，聪明。那零到十分给自己的游戏水平打个分？人才引大。人才懂吗？零分。对。您最近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啊，不重要。最喜欢大家怎么称呼你？都行。不是叫都行啊，都行，叫什么都行。您最害怕的事儿？最害怕就医院什么？我不去医院，不打针。看过最离谱的一条评论是什么？啊。哎，最近我刚看着一个，怎么看着了秦霄贤的前生，是一个道士。最近遇到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太有趣了，太有点过分的有趣了。压力大的时候有什么解压方式吗？跟朋友一块聚餐吧。最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有。收到过最感动的礼物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原来演出的时候经常会收到礼物，所以每一个礼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惊喜的东西。您的那个手机壁纸是什么？手机壁纸是我自己。平时最喜欢聊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表情包？用自己的表情包，全是我自己的表情包。你认为大多数人最不了解你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我没那么爱说话，我是个挺闷的人。那你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元婴大冒险火爆。除了现在的职业，还有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尝试的职业？就可以了，我就不尝试别的职业了。身边必不可少的一件单品是什么？采耳工具。我的助理们全让我踩一遍，每天晚上来踩。对元婴大冒险最感兴趣的点是什么，或最期待的是什么？最期待的就是它播出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我很期待就是你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样子。